二个嘞，河南胡辣汤体验店，今天第26天，收尾了啊，是吧？过去看看，见过吗？见过。今天是不是整个基本上都收尾那儿吧？对，今天基本上收尾。啊，今天收尾，明天开始大扫尾啊。明天开始保洁。啊，明天保洁。明天保洁。人永远专业就专业，他都说保洁，我这大扫尾出来，大扫尾。这是咱的肩膀房，这个房间是专业做肩膀啊，专业做肩膀，用啥嘞？老铁们，肩膀不但在河南受欢迎，在咱全国各地，不讲南北方都比较钟爱。你看咱采取的啊，全部都是外区产，这是咱的旧产区，这整个是个长条卡住四台的、哎，这是长条卡住，这个中间隔的是桌子。三台空调加风扇，你说凉快不凉快啊？就这么大八个出风口，还有四个风扇嘞。这是我们的厨房，我们的厨房将近占我们一楼的营业面积的一半了。从这个地方开始，这个是胡辣汤，两个胡辣汤，大锅肉，这边油条、大饼、包子，还是外区产，全是对外啊。为了让师傅们有个舒服的工作环境，舒服的工作环境。装了两台空调，八个出风口，这是我们的洗刷间，洗碗间是封闭的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收来碗筷的毕竟有一定的水吧，不雅观，所以说呢，在里边封闭式的，但是我们是用的最先进的吧，应该，啊，咱的水都是全是净化水，可以直接饮，直接饮用，纯净水，再一个关键是。在我们这喝汤，你拿着碗的时候，你可以拿我们的空碗，应该是热的。洗碗机加风扇，热不出循环的消毒柜。哎，光中有点绵绵。二楼，看看这个位置，应该设计的是一个背景墙，背景墙上面应该是公司的简介，公司简介，下面是创始人的简介，这个上面是摆放的一些胡辣汤食材。这个上面具备的有来想学习的，一直有个地方理论知识，理论知识，对，搁这探讨，就老师还有专业老师创始人王东，理论课，还有就是咱的工作人员休息的地方，临时休息，临时中午休息，学员有时候也搁这也可以休息，也可以搁这临时休息一下、这个是办公室，老铁们，你来。二哥都给这屋请你喝茶，喝完了再上一楼，这屋子喝了啥下去喝汤。那这个地方是不是挂那个就咱的学院坟墓图，坟墓图供应链的坟墓图，对对对，哎，等于说都是合作的商家，整个都拿开始，都这开始的，那也是我听咱的彭总说的，这边是不是说的大啊，现在已经实验了，就是发往国外的合作商，世界地图，中国地图，河南地图，都是走国外，对，到国内，再到乡镇村，我们就是所有的学院及合作商、供应链的合作商，全部在这儿展演。你问我哪儿有？我想过去看看，一直都有了，一直我给你拍过去，你都找到了。这个地方搁的是一个，那到时候大家回去开店，我会在这地方给大家讲，装修注意事项，开店注意事项，回去大家回去的各种经营啊，需要注意事项，到时候都是在这儿给大家去，那交流吧，你讲吧，我完了。这个是，我们呢就是，这是恁的了，建议这是恁的主播，这恁的休息室工作室，工作加休息室，再往里走，这个挨着这个恁的这个房间，这是一个储藏室，小储藏室，这我们的这个食材，店里需要的食材，也就仓库，啊，食材库这个位置，更衣间，更衣间。具体是男更衣间、女更衣间还没定，这里边还是个更衣间，这是两个更衣间，两个卫生间。老铁们，
二哥这个花汤店是不是专为你量身打造？这个位置将来挂一个帘子，对，这儿是挂帘子，宣传咱的供应链企业。企业文化，企业了，公司不能小到一个供应链啊，咱叫包括咱的产品，还有就是学员嘛，想看到了一些宣传内容嘛，宣传资料啊。对，老铁们，二哥这个胡辣汤店明天开始就包街了，明天包街，大概有30天，30天，厨房设备再一到，就可以调试产品。有附近的，离得近的，没有事了，可以关注着啊，可以来。产品出来以后，要叫他品尝哪味儿，可以先来品尝品尝。可以，可以吧？离得近的，反正记住，我可是关注门事儿的。到时候再敲门，给二哥联系，给王总联系，你才能进到屋。再一个，走一楼，走招牌，到一楼的布局，到二楼。给大家基本介绍完了，今天来坐着来也是验工的。对，二哥，这个河南胡辣汤店，你有什么看法？你有什么好的建议？因为马上要经营了，有好的经营建议，给二哥，给王总交流交流，交流交流。提提建议，提提建议。好，说说吧。